大哥，一个急救包贴膜。这也行。贴好几把地儿，咋的？还能不能贴了？哎哎哎，大哥，一个急救包，想的挺美呀，还包呢？哎，大哥，有话好说，贴贴。现在年轻人这么暴躁。大哥，贴好了，你看那包。哎，哥，不要吧，你别笑。大哥，慢走，慢走。啊大哥，咋的了？那啥，把你那衣服给我。啊？衣服能听懂不？哎呦我的妈！年轻人就是暴躁。哥，那嘎说啥呢？没，给大哥。我太难了，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